大家好，我是阿天。那我终于拿出我的魔法小卡出来了，为什么呢？其实我的魔法小卡跟大户的不能比啦。那是因为说齁，这一次我在怎么讲呢，做作业哦，就是你在打这个团队野战的伪王的时候呢，有一个是要用雅尔贝德30960哦。那我一直以为我已经309雅尔贝德了，那结果没有。那我好不容易抽到克林60之后呢，发现齁啊，我雅尔贝德一直都没有309齁，我一直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我上的角色就已经是属于这个雅尔贝德打王队了。那最近呢，我所有的箱子哦，包含公爵的箱子都是选这一个波尔币哦，可是呢现在只有四张而已哦。那虽然说现在时间还有啦，离这个求实世界结束的时间还有九天之多哦，不过呢反正最近哦有一个小小的限时礼包哦。那我稍微看了一下，因为我其实一直在看哦，一直在看什么东西呢，我一直在看这个冒险家特权哦。那这个冒险家特权呢，我原本是有一点点想要买这个啦哦，这个是2499，然后呢它有两个齁家具定制券。因为冒险家特权呢就是 VIP 特权嘛，那 VIP 特权的话应该会比较优惠一点吧齁。你看1499是一张嘛，然后999齁，999的话100个红箱子，其实红箱子不怎么讲呢，现在到这个阶段慢慢用月卡补就好了。然后呢一个这个家具的这个定制券是1499点券齁，所以差不多是1500嘛。那2499的话齁是两张，所以我原本在看这个。那4999的话也就是1500块台币哦，是60个占星抽跟60个时光辉记。那占星抽其实现在来说相对获得容易哦，尤其是在这个就都有这个诅咒梦境啊，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有的没有的机制哦，都会送这个占星抽。那像现在也是这个生辰追缴哦，乱石之境生辰追缴的这个第二阶，所以占星抽比较不欠。麻烦的是这个时光辉记哦，那时光辉记的话呢影响到抽 SP 的英雄嘛。那最近我们也知道哦，这个所谓的这个辛巴，辛巴哦，这个狮子王辛巴，我说的是布鲁特斯吗？不是哦，是那个新的巴登哦，辛巴哦，辛巴在那个诅咒梦境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伤害的非常夸张，感觉上就是变成是一只人拳脚了。你没有新的巴登之后呢，你在这个诅咒梦境后，可能连个边都上不去了。所以说，像我来说的话，一定要赶快去抱这个大佬的大腿。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就是最近啊有一个限时礼包齁，我刚看了一下，我觉得还算 OK 齁。像我刚刚看到齁，刚我不是看到了吗，那个 VIP 礼包齁，它是那个什么这个1999点券齁，然后呢是只有一张齁，这个定制券再加上 12K 的这个普尔币齁。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个齁，这个是这个我们看一下齁，普通礼包冒险家特权1999是有 12K 的这个定制券，然后呢这边2499是两个定制券齁。那这个还蛮犹豫的齁，你到底是要用1999买一张然后12000的这个普尔币呢，还是说你用2499点券然后买个两个定制券，这边还送你一个秘制香料齁。所以我觉得价值差不多呢齁，所以我也是蛮犹豫的。那可是呢我觉得齁，我只要买了这一个齁，这个1999点券的，然后呢再来一个12000的普尔币，那我差不多就可以再凑够一个齁，在这个时间内呢再凑够一个这个家具定制券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要买的是这一个齁，这个是单单只有买时光辉记的。因为呢刚刚在这个冒险家特权呢，如果说我要买时光辉记的话，我必须要买到一次要买就要买60张，而且还有配这个是有配60张占星抽，但是呢要4999点券哦。所以说这一次限时礼包的话呢，我刚刚稍微齁用魔法小卡除了2000块，那我决定呢我想要买一个这个齁，这个只限购一次齁，两天就结束了。40张齁，40张这个时光辉记。好，刻完了。然后呢这个我买一次，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在活动时间内呢凑足六个的这个家具定制券这样子这个买一个就好了。然后顺便呢我们的乱石之境乱石之境呢这个时空馈赠氪金了啊，我这样子买了之后我才升了一小格而已好吧齁。好，那我们就这个异界旅店齁我们就来抽一下吧。好，心愿清单齁已经摆上去了齁，但是就是没有中，那也没有办法。好，我们先来抽个试试啦。好，马出来咯。这个是莫拉尔的妹妹哦。好，奥黛丽。好，二。哎呀，还是保底啊。三。啊，又是奥黛丽齁。好，在9000普尔币齁我就会有一个这个定制券了齁，所以说没有问题哦。好，我们来这个放进去。哎呦
完了，它不会满了吧？哎，应该没有，应该是刚刚好，应该是刚刚好。好，所以奥黛丽也满了。那接下来要换谁嘞？接下来换，哇，接下来我不知道换谁啊。是不是 SP 的巴登要练？哎 欸，不对，凯伦夫人我放上去好了，因为凯伦夫人的话，我有看到那个最近有一期这个《诅咒梦境》有上他哦。好了，先把它放着好了。OK，凯伦夫人哈、哦、放上来了。好，那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后，哎，奇怪，我刚刚是四张吗？哎，怎么没有多一张呢？哦，在这个地方哈、哦。好，定制的哦。我想说奇怪，他怎么没有四加一变成五张？哦，原来他是跑到道具栏这个地方哦。好，那我就先选择雅尔贝德哦，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用哦，我以为它会算在这个异界旅店这个地方哈、哦，原来是跑到道具栏去了。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哈、哦。OK，那我还差5个哈、哦，那就在这个成级时间之前呢，应该是可以凑足吧。等下我们这边再慢一下，哎，好、哦。3000哈、哦，好，还差6000破币哦，没有问题哈、哦，时间上一定来得及。然后呢，另外呢，刚刚有40个哈、哦，40个时光辉记。好，那我们就来冲一下吧。我的索利斯还差2只哈、哦，就可以从这个红色的这个地狱毕业哈、哦，毕业之后呢，就可以去占星抽了。所以我还差2只哦，40抽的话呢，我至少可以抽出1只哈、哦，因为我记得已经差不多要保底了。啊，没有哈、哦，20，好中了哈、哦、，OK，还差1只哦，最后一只哈、哦，最后一只是最辛苦的。啊，没有关系啦哈，那反正就是，再继续努力哈，再来个40抽时空汇计应该就可以哈。那因为呢，我很偷懒，所以说，我王座之塔呢还有得爬，每天我都会努力爬20层啊。好啦，那影片就先到这个地方啦，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见，拜拜。